老板，这些眼镜就这个是什么资料做的？这个是 CP 的。CP。对。啊，那这些 CP 的话，就价位是什么价位啊？这种是9块钱，这个是13的。啊。它的这个里面这个地方不一样，你可以拍一下细节。啊。然后像这个是很粗的。哦、啊。很大的。然后用的材料也有点不一样、哦、不一样的，对，就是厚，这个比较厚、嗯、这个稍微软一点点、嗯、但是质量是很好，也有便宜的。哦，便宜是多少的那个？嗯，像这种的话、嗯、这个是这样子的针，嗯，5块5。五块五。嗯。哦，然后像这种的，嗯，是需要定做的。定做，那定做的话要多久？一个月到2个月。哦，对，工厂忙的时候他就两个月。然后不忙的时候就一个月。 OK。 然后对，像这种的话就一般都在3块多钱。嗯嗯，3块多是吧、嗯、就是这些。对。嗯，这个是大人的是不是？对，都是大人的。对。嗯，然后小孩子的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小孩的。对，这边小孩的、哦、PR 的。PR T2 的。哦， T2。 嗯，然后这种是金属的。哦，价格都在10块。10块呀、啊、对，质量比较好一点。嗯嗯。然后便宜的像这种是定做的。嗯嗯。3块5。对，这个是塑料的。哦，塑料。这些都是 TR 有现货，这个是定做的。哦、OK。 啊，好。那这边呢？这边的金属，嗯、大概价格在13到15。 OK。这上面的话在17、19。哦，那上面的就有点贵啊。对，但是风格不太一样。哦、嗯，这些呢？这些太阳，这个是太阳眼镜对吧？太阳眼镜，那这个的话，嗯，是一个 silicone。哦。嗯，那个一副眼镜2个片，偏光的。啊、哦、啊、嗯，又可以换一下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戴的时候可以今天只要戴这个。啊、哦。然后没太阳的时候或晚上开车用。哦，这个比较方便。对，然后这个的价格是在35到45左右。OK。对，不同款式价格不同。嗯嗯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CP 的，然后一个片的。嗯嗯。17啊。哦。这个就12。12。就是片直接在这上面。这个是女孩子的吧？男孩女孩都有。哦，都有是吧？啊。哦，这个是男的偏光，10块。哦，哦 ，OK。嗯，这个也是差不多价格。这，像这里的。这个材料也是一样的吗？这个是塑料的。塑料。这个、是半金属半塑料这样子。哦。嗯，然后这个塑料的话，就是大概价格在3块到5块。3块到5块。对。哦。嗯，不同的款，可能价格不太一样。嗯。然后。都是要定做。哦，定做。那里面的那些呢？这里面的也是差不多。哦，那个是也挺漂亮啊。对，这种也要定做。定做是吧？对。那个价位也是6、7块、7、8块。哦，什么价格都有。对对对。嗯。看款式，然后就这个款的话就7块钱。七块。对，然后这个款就6块5。嗯嗯嗯。不同款价格不一样。OK。嗯。啊，好。这边也有。嗯，这些的话也是便宜的。嗯，3到5块都有。那个材料也是一样的吗？对，塑料的。塑料的都是塑料。对。哦。需要定做。哦。然后，像这种的话是 T2 的。嗯。10块。十块。对，10块到12块差不多。哦。然后这边。这些呢？这些。这些是偏光的，嗯，价格在14、15。哦，14、15。哦 ，OK， 这边，嗯，这边的话是，这里面这些是要定做，嗯嗯，然后价格是有
5块到8块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嗯嗯，然后这边的话就贵一点，5块的。OK。像这个的话，你们那边也是非常好卖的。嗯嗯。这些都是比较好卖，但是要定做。啊、然后这些都是有现货的。这些都有现货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些都订货，那些都要订货是不是？对，前面的话有一些是贵一点的都是有现货，便宜一点的都是要订货。OK OK。那这边的话就有现货。对，这里有现货，价格都在10块到12块比较多。嗯嗯。然后个别款式可能14块，嗯，比较少。哦，反正就10到12的价格为主。OK。这个里面的都是13、14的，也是有现货的。哦。质量比较好一点。质量保、高一点。对。哦，这些也是差不多吧。这些的话就塑料的。嗯。像这里的话，5块到6块。哦，这边的5块到6块，对，那便宜一点。这里便宜一点。嗯。这里的话，大概在10块到12块差不多。OK。这都是女孩子的。对，这里大部分都是女孩子。嗯。这个的话就是有男款、女款都有。嗯嗯。男款、女款都是。哦。OK。这些的话，也是在7、8块。嗯嗯。OK。然后像这种。金属，这些都是10块。十块。对，有金属的，有 TI 的，嗯，有一个价钱。OK。这些都是光学价。嗯。哦、然后像这种的话是定做的，嗯、在3块到3块5。哦，这个3块到3块5。对，定做。哦，定做。对。OK。这些都有。啊 ，OK。嗯。这些基本上的价格也是在3到4块。嗯嗯。这边的话就贵一点，就在10块钱到13、14。OK。TI 偏光片，这种很便宜。嗯。但这里有现货，这种3、4块的有现货。OK。嗯。好，那你就这样的啊，好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就出货的时间看数量是多少，然后就出货。我有现货，出货就快。我啊，定做的就根据订单的时间，我告诉你。OK， 那 OK， 这样好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嗯。